6月26号，有网友晒出在爱尔兰偶遇张若昀和唐艺昕的路透照，照片中两个人亲密地挽着胳膊，一直紧紧依靠着彼此，每一个小动作都藏满了满满的爱意。据悉，6月27号，相恋8年的张若昀、唐艺昕将正式完婚，在爱尔兰利莫克里郡埃德尔庄园举行盛大婚礼。此前已有多位两人好友收到精致的伴手礼，甜蜜婚纱照也随之曝光。芒果拉新闻做的明日张若昀和唐艺昕的浪漫婚礼，劳拉已经准备好吃狗粮了，报道。